好。惊鸿一瞥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。象棋叫什么来着？象棋大拿。喂，啊，走错地方了。喂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么快呀、啊？下象棋是挣钱最快的呗？下象棋一天150，打工怎么的？挣一天挣100还挣不了啊？你现在是搬砖还是保安呢？我现在是搬砖，我还没搬完呢，搬完才能再干保安呢。还得搬。一天能搬两遍砖，我知道能当。先把这个棋下了，我看看啊，这大爷这点退休金都让你给缺了，那没办法，他非得在这摆摊儿。哎呀，这个我看看怎么下啊？啊，这个直接狙放在帅前头，要一会儿直接沉底就死了。哪个车？车这不是旁边有个象吗？我说你的车。啊，我的车，他将旁边不有个象吗？他这把他将不死你，这不你的车走到你帅的一排就行。不是，你帅，你老帅的横着走。我先走哪个子儿？你就先走这车就行，走到你老帅的前头。来说话，我看看。对对对，就这一排，正对着一排，横着走。行，那先走一把。这把僵不死，没有事儿。然后怎么走？马没了。马没有用，直接讲啊，直接狙讲，狙讲啊，狙直接给他将军呢，狙得到你啊，来下一把，我这炮将是不直接就死了，狙将直接死了应该，炮怎么将？炮直接怼底将吗？炮堆底他不出去了吗？啊，也能死反正。那炮枪不直接就死了吗？不要讨论，不要讨论，不要讨论上一把，第二把。这一把。先把他狙吃了。哪个狙？怎么吃？吃你卧槽那个像那个狙，你简单一点，就是比如说你的车两个四中间那个狙卡的那个，用哪个吃他的狙？操你只能拿狙，套右边那个狙啊，用狙吃他的车是吧？啊，对，用车啊，碰他一下子。然后呢？我看看啊，而直接从烟就死了吧，直接从烟。喂，你别老整那些术语，直接狙就干他事，狙吃事啊，行，简直是，下面就这一车就你好吃了，我的狙被吃了。呢？直接僵的，怎么僵？你先告我怎么僵？你只说直接僵的，那我哪知道咋玩啊？你往上走一步，请你来做。第二步，往上走一步。好，往上走一步，将军呗。僵不死吗？那么僵？16-17，僵吧，僵能僵死，僵吧。好，僵完了，他将往上走了。
马马往左上角跳一步。好，你要再叫狙再一枪就死了吗？狙是拖下来还是往左走？马左上角叫一步，对，狙再往下走下两步死了，往下走两步，下叫两步，下，那不要刺死吗？对，啊，啊，行。还有没有？我看看，哎，还有一把，一天三把，就你这太磨人，一上不过，你能搬两回砖吗？能，你净扯淡。主要还是你们教的比较磨叽，你快点。我说他有延迟，有延迟。你能搬两回砖吗？能。要不然我给他们采个视频。我稍微下两把我就会了。狙吃那个竹吧，没有什么别的走的呀。狙吃竹，垂直吃。狙往下走，吃一个竹，是吧？哦，对。然后呢？我等会儿我都忘了，看他走啥呀？那也有延迟。姜呢？他提示，姜呢？提示他，然后攻兵。不用，你先攻兵也行，先攻兵，往前攻呗。嗯，可以先攻兵。行，先攻兵，然后车再往左边挪呗。对，一会儿就姜了。他这步应该是要姜你一军，然后你就把他弱势。那你就僵呗，那不死了吗？僵不死了吗？行，一会儿啊，那不一笑烙在心中。该干什么来着？对，该搬砖了。这大多数该搬砖了。先搬砖之前，先拿一个住宿卡。好，40块一天，现在我们已经有300多了啊。共享单车扫码提醒，去搬砖，偷电瓶不偷了，他们不说偷电瓶你就有那个有前科了吗？有前科会有什么影响吗？不知道啊。你以后要考公务员吗？可能。我自己搬。好。先搬这8块的。好。2块，先搬这个。什么游戏？大多数嘛。然后我们先搬这个砖，搬20块。再搬这个，搬2块。这个就3块钱不搬了，太便宜了。先搬20块这个，再搬10块这个，拿个8块。老公，嗯，那你以后不打车，我体力不太行了，我送外卖不行吗？哎呦，我这15，但是应该不行了，搬不到了。哎，体质等级上升，分配技能点+3，我们可以去当保安了。自卑加18，给我加了18点自卑。
自卑了。我自卑啥呀？哎，需要沟通一，哎，这为啥不能加了呢？啊，解锁躺平营生啊，躺平营生解锁。啊，拿了好多。啊，洗浴接待半桌门次数，来这个。可分配技能点不足，可以，我去当保安了。你去先给我来一份，来一份八块钱的那什么。消费一下呀，这不得消费一下吗？按个摩，这得消费一下。康乐足浴，60基本足浴，120海盐，我还来个海盐足浴，我基本足浴满足不了我的需求，没了，九折呀，行吧，还有哪地方吗？酒吧、商场，我先去应聘保安。原来是正规呀、啊！他们以为在路旁。已过时间，需要在11点以前来。行。咖啡书吧，干啥的呢？需要来杯咖啡吗？来盘蛋糕60，算了，我就350块钱攒一攒，别这么乱花钱了就。感觉有种无形的力量在操控我，那废话吧，他妈我搁这操控你呢。网吧，我先去这儿。广场舞，广场舞得到这儿呢，去找大妈。行，找大妈有什么用啊？等了，我再来吧。那来吧，我刚才没准备好。来。寒风雪窗，攀上走过的路。人海浮生不定追逐。下巴给你跳，你跳不？只身迷途，我却并不孤独，因为我对呀、啊，那不得反一下吗？半生飘荡，拥有美丽想象，可时间它给我无情的伤。就算如此，心中依然有梦想，只为家人微笑的脸庞。他还能再来一把吗？可以再来一把。你等一下，明天晚上都关了。来吧。
人看雪山攀上走过的路，人海浮沉不停追逐，只身迷途，我却并不孤独，因为我名叫大多数，半生飘荡，拥有美丽想象，可时间它给我无情的伤，就算如此心中依然有梦想，只为家人微笑的脸庞。哎呦，可以。因为我好久没有按键盘了。没事，这已经比我好多了。那最后那个太多了，我得按不回，按不回来。哎呀，我有点按不动。主要我其实不咋玩那个 QQ 炫舞这种游戏，你知道吧？你唱点来。澎湃的明天，不是这大妈好感到多少了？小孩儿，篮球场，还能搬砖了吗？应该不能了。那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了吗？这是什么？瑶瑶，李语言。旅店大妈，日结中介，曹帆，物业管理，杨富贵，张发财，毕叔，这里这么多人。左边能锻炼，啊？这只有废铁，我废铁我就不要了。在哪锻炼啊？哦，在这边我看着呢。快点去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！健身器材，开始锻炼，体质锻炼，敏捷训练，来点体质吧，开始锻炼。情绪正常 ，OK。谁？你哪天的报案工作正在搞定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做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感？新人要努力，今天不能比惨中介那边提招人发传单，你去不嘛？房地产中介招人发传单，去不去？我给你介绍的肯定是有额外奖金的噻，一百，去不去嘛？我考虑一下啊，可以去发传单。好，我每次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先注意一下子。本马服饰可以买衣服是吧？挺贵呀，每小时提升2点自信。我没那些钱，这太贵了，300来块一个。小伙子，能拜托你件事儿吗？啥事儿？我这有项口罩，能不能送去疫苗接种点？行，我帮你送呗。给我先来个油条。送口罩。员工单位经过市场招用中，市
社哥打疫苗吗？现在打疫苗还……我不打疫苗，我。我送口罩，太谢谢你们，不客气。那您就放在那边台子上面，非常时期就不握手。银元加了五点。再给我来个煎饼果子。正能量啊，正能量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去发传单，今天先不找大爷玩了，我得探索点别的，这大爷我也不能天天找他玩，今天您歇一天行吗？成银用品店里面透出红色的灯光啊，上哪发传单呢？地产呗，你好老板，想买房还是租房？我问问他招不招人。不具备此技能，点击查看技能点不足，他需要啥呀？没事，那我先去当保安啊，没事儿，我当一天保安回来就能了，就能发了。大爷主要是前期有用，你知道吗？后期的大爷就没用，一天才给150，磨磨唧唧的。我用天保安，手动。等一下，走着。观察行人对话，判断是否为小区住户。WASD 左键阻挡，右键放行。啊！哎！啊！哎！放行。哎，你俩长得怎么一样呢？阻挡，你不能进啊！今天试试能不能偷溜进去，我阻挡。儿子在家有没有好好写作业？放行。当前奖金8块钱，才8块钱吗？放行。10块钱，你瞅他那样就不像业主。他们这小偷都挺有素质，先跟你说一下子，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能偷的东西。回去吧，JK 妹妹没我删，晚上5点才有，搁哪呢？JK 妹妹，现在6点，搁哪呢？JK 妹妹。JK 妹妹在哪里？给我指路。巷子里，哪个巷子？是超哥车行啊，还是小卖部啊，还是物流，还是锻炼健身？酒店旁边。啊，明白了。有点饿了，行，
油条给我来一根，我有点饿了。不要油条，来个麻辣烫，啊，卤肉摊儿，这太他妈贵了，22块钱我不吃了，我今天饿了。杂货铺门口摆着音乐机器，小时候熟悉的水果机，没想到这里也有，进去看看。炒货店可以吃东西，生瓜子，拿一点薯片，水果机投币50，投币10，拉倒吧。小巷子里是这里吗？这能偷电瓶车吗？我来一个，旁边有没有人？偷个电瓶。做任务玩一下啊，那可以玩玩吧。投币10块，开始。啊。开始。给了两个苹果。下一个给西瓜呀，下一个给西瓜吧，试试这西瓜。下一个又给苹果，没了。那都给苹果，下一个肯定还给苹果呀，再来苹果。给铃铛，来个七吧。没个赢针，这玩意儿没个赢针，拉倒吧，这玩意儿可别玩了，这他妈没个赢针，纯扯犊子。搁哪呢 JK 妹妹？快递站吗？你好寻小仙，看一下有我的快递吗？没有。现在都8点了，右边我也没见着有小巷子，这里吗？发传单的地方吗？发传单里边，我看看。有点饿啊，这也没有啊。马上9点了，你还没订房间啊？订了吗？有吧，今天房间订呗。我忘了，好像完了，今天忘订房间了，要饿死了。哎呀，啊，怎么300块钱了呢？地产右边啊，钱都还你了，你要是再乱来我就报警。还了，你他妈欠10000呢，我会还你的啊，你别着急，我会还你。哎，哥，怎么了？哥哥就是担心你。哦，我刚从学校回家。啊，啥？哥，要不我去城里找你吧，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儿。可以。没找着啊？妈呢？谁来照顾她？早好了，不需要照顾，到处乱跑，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回来。没吵，没怎么。哥，我下周来找你吧。行，下周二来找我。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的。脸看不着了，哎呀，这不重要。
我帮你向学校请，我把车票钱转给你，我有那些钱吗？我有钱。瑶瑶是我妹妹，我有那些钱吗？有是吧？有，那我就给你100呗，银元加20。这游戏为什么还有妹妹呀？我是一个还债人，有个妹妹，还有个妈，爹跑了。是亲妹妹吗？亲妹妹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先住个单人间。我就剩20块钱了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兄弟们，20块钱，先给我来根油条。再来一根。我就剩20块钱了，先把电瓶卖了是吧？我先把电瓶再偷一个，我偷俩电瓶再去卖去。我偷两个电瓶。没办法，生活所迫。我再偷一个，这是逮一个车薅啊！这是我发现了。坏了，给我逮起来了，给我拘留了。你看，不要偷电瓶啊，兄弟们，没事，我就8块钱，没关系。无法拨通妹妹电话，可能陷入危险，必须马上回，重启当日。啊，白天不能偷，白天不能偷电瓶。没事，重启当日，我这开端了。先来两根油条，哎，我是不是还没住客栈呢？没住，先入住。好，然后我看能力能点了不啊？技能点不足，那还是得发传单。先去把电瓶卖了。算了，我晚上一块卖不都行了吗？哎呀，都来了，来都来了，就这么地儿吧。出售废品。哇，100块一个。先去当保安，自动吧，自动不墨迹了，自动，自动给多少钱看看。自动170+17，这跟我自己自动跟那啥一样啊，没有共享单车月卡吗？谁到了？几点了？5点了，给我来点吃的，来一个蛋糕品牌，贵呀这。先骑到这里，哎，不对。骑到这里，JK 先等一下，现在有点饿，眼睛都花了，饿花了。搁哪呢 ？JK 哪有 JK 呀？没有。来个电瓶吧，这不晚上了吗？这还能被逮呀？哎呀，偷个东西就这么费劲呐、啊！
行吧，我再重启一遍吧。房地产左边向着我进来呀、啊，那不没有吗？没事，这回我们重启了，明白了啊。我们先来两根，当面投，来三根。哎，我们先来三根油条，然后呢，正好快饱了。完了，共享单车，扫码骑行去当保安，正好没钱。你看这钱分配的，你看这钱分配的就非常 beautiful。正好剩八毛，卖电瓶不用着急。好，可分配技能点加一，确认。加个技能点，加一级发传单。完事，我们现在又有点饿，但是没事儿。先来共享单车，扫码骑行。地产左边有个小胡同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红灯区，小妹儿，哥哥要服务我。多少钱？800，太贵了，来不起，来不起。我只有180，能不能打个折？我现在投电瓶行不行？好像也不行，还是得晚上，是不是？现在晚上呗，6点钟应该晚上了吧？这还不能投。费品，房卡已经有了，房卡。那小妹儿一看就是学习的，专业投电瓶。我先去吃点东西。啊、不对，我现在干嘛呢？我现在是6:45了，我能干点啥？我能发传单，那我去地产看看。再投5个就能找小妹儿了，这不是理想酒店？啊，这里不要来租房吗？我挑的精装房。简装房，清水房，算了，还是40一天吧。招人吗？啊，过时间，晚上12点再来。那我再偷一个电瓶，我不偷这个，我偷这个。我偷这个电瓶。哎呀，这白干了这一天。哎呀，我操！干个啥呢？这是。我钱呢？我300块钱。
这没有人啊，旁边啊，旁边有人吗？我看旁边没人啊，我以为没人要呢。行，我来三根油条。三根油条来完，先住店。住店以后去当保安。当什么保安？先把电瓶偷了。我还不信那个事儿了呢，我操！我偷电瓶了吗？这么费劲，我偷，再偷一个。不能奔跑，里边有人吗？没人吧？没人，我再来一个，拿不动了。他跟我说拿不动了。啊，电瓶只能带一个哈，明白了，没事。共享单车被锁住了。没事，我再来，你别着急啊。兄弟们，我明白了，电瓶只能偷俩，第三个不能偷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这回我明白了。先住店，来三根油条。往前奔跑，找到电瓶车。游戏里边的人干啥跟主播无关啊，再说一遍，没完了，这是无限轮回了。这回咋拘留这么快呢？这回这肯定有概率的，我也感觉这肯定是有概率的。红字挪一下，这么长时间你才叫我挪红字，你让我再偷一个吧，我就再偷一个就完事了，我偷完我就走了啊！我就偷这一回。我就偷这一回，我不偷多，你让我再偷一次就完事了，行不行？别抓我了，行不行？好，不偷了，我就偷这一个就完了啊！我不偷了，我最后一票我就收手了，最后一票我就收手了，你看。
我都再也不干了。我干个保安，点个点儿。好，给了一点技能点，确认。抑郁了？怎么还抑郁了呢？小崔，听说你抑郁了？现在要干什么来着？还能搬砖吗？搬不了了吧？可以试试，看看。先给我来个工地套餐。啊，三点之前来。那看来是不行了，不能搬砖了。可以去网吧，看看网吧。那酒吧是干什么的呢？咱也没去过呢。马上，酒吧进不去吗？活着是为了什么？自由空间网吧，上网吗？最新机器体验很好，我看看，玩一会儿6块钱，玩一会儿吧，6块钱。按 X 按钮可以关闭当前浏览器，随机变换到上网模式。上网结束。睡觉，算了，按个脚吧。哎呀，算了，存点钱吧。有些兄弟想看 JK 小姐姐。今天我们 JK 先到这里。不得啊，不得不得不得，不能失去，我得睡觉。有别的没？有别的小门没？这个400，这个也400，太贵了，这不行，这没有钱，拉倒吧。有钱咱也不去，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万一给我拽走了呢？够钱给我偷没了，咋整？入夜了，找老头。对呀，可以找老头啊，去找老头下棋去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是？啊，我是职业培训学校的。你还有印象吗？啊，有，你是个美女啊，你是那个美女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有，你是那个美女。这样说呢，薛微有点变态，可能他可能会感觉到我可能是个变态。我说喂啊，李老师你好，又显得他有点老。算了，变态就变态吧。我们的课程已经开始了，你可以随时来学校上课，在地图上能找到学校的位置。哎，课程是怎么样安排的呢？考试内容就是每节课的知识点。好，好的，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结束了。丢失当日进度可以，没事。下机了，兄弟们，给大家一个波波，明天见，溜了。